本期节目《原来如此》验证者将与蜜蜂亲密接触，真实体验被蜂群追逐，验证躲避蜂群蛰咬的各种招数是否真的有用。在野外遭遇蜂群袭击，什么才是最能够保护自身安全的有效做法？春夏交替，正值人们外出游玩的最好时机，徒步、野炊都是人们十分喜爱的郊游项目。而在这个气温适宜、花开正艳的时节，有一种勤劳的昆虫也在频繁出游，它就是蜂。原来如此的验证者宁源和马笑书正在进行一次野餐，此时不速之客出现了。快点！当我们在野外游玩时，不小心遭遇蜂群攻击，有什么好方法能让我们摆脱困境呢？2014年3月19日下午4时50分，当接送孩子放学的人群经过厂镇口附近一流动养蜂场时，突然遭遇蜂群袭击，致23名学生、11名家长和路人被蛰伤，最重的全身被蛰100多次。2010年9月12日11时10分，石泰高速公路旁近200平方米都成了蜜蜂的势力范围，不少过路行人当场就被蛰了几针。种种事件提醒我们，春夏交替之时，气候条件适宜各类蜂群大量繁殖和野外活动。由于蜂群，特别是野生蜂群，攻击性较强，一旦感觉活动区域受到人的侵犯，极易引发群体性攻击。我国常见伤人的蜂有两种，一种是春夏季活动频繁以花蜜为食的蜜蜂，另一种是秋季繁殖茂盛以昆虫和动物为食的胡蜂。这些蜂伤人都有一个共同点，用蜂针蛰人，以蜂毒麻痹神经，置人于死地。一旦蜂毒被吸收后，还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学变化。那么当我们在野外游玩时不小心遭遇蜂群攻击，又有什么好方法能让我们摆脱困境呢？先我觉得咱俩刚刚方法不对，咱俩用跑的，我觉得他们一定会追我们的，咱俩得躲呀。这你说这人能躲得过蜜蜂？当然了，蜜蜂那么小，你要能钻进去缝，蜜蜂肯定能钻。反正我觉得跑不对，越跑他越追。验证者对在野外如何躲避野蜂的办法有着各自的看法，网络上针对躲避野蜂的招数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可以跑，有的人说可以用火烧、用烟熏，又或者可以跳入水中进行躲避。这些方法真的有效吗？验证者们希望能够真实的验证一下，可要到哪里才能找到实验中的蜂群呢？又如何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完成躲避蜂群攻击的实验呢？带着种种疑问，验证者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养蜂人，希望他可以帮助验证者们完成实验。哎呀，你台湾真大呀！太大了！欢迎你们！周海林社长，西双版纳勐海县南糯山月光寨寨主，是一个典型的哈尼族人。至今他所建立的帕工农业专业合作社内，每户农家都养殖有上100万只蜜蜂，这就是当地常见的蜂箱。这些蜜蜂的习性与野蜂几乎没有区别，而且脾气更温和，寨内万亩茶园的繁盛也与这些驯化放养的野蜜蜂辛勤劳作采蜜授粉分不开。验证者们认为，可以利用这些人工饲养的野蜜蜂来模拟进行躲避蜂群袭击的验证实验。他们的想法也得到了周海林社长的支持。这里哦，那个是那个吗？哦，石头底下，石头底下有个蜂箱。那咱们能做拿这个做实验吗？对，我们能把它拿出来。你们不行啊！啊，你们没有防蜂服啊？那您也没有啊？我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了，疯子已经知道我了。那要不我们分头行动，咱俩去准备防风服。好的，然后您去拿风箱。好的，咱们那边见。好，那边见。由于长期遭遇风蛰，渐渐使周海林体内产生了蜂毒抗体，现在的他不需要过多的防护装备就能够与蜜蜂亲密接触，即使同时遭受风蛰也不会有生命危险。而从未接触过蜜蜂的验证者就必须要防护严实了。
要想做与蜜蜂有关的实验验证，最重要的首先是要保护自己不被风蛰到。所以验证者给自己穿好了长衣长裤，戴好防风用的棉纱帽。为了完成躲避蜂群袭击的各种实验，验证者们首先必须想办法在不被风蛰到的情况下，让这些蜜蜂能够对自己发起袭击才行。那么怎样做才能招来群蜂袭击，又免受蜂群的伤害呢？其实自然界里蜜蜂一般情况下并不会攻击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野外的蜜蜂突然对人发起袭击呢？验证者们首先想验证一下蜜蜂会对什么事物感兴趣，他们希望能够从中找到吸引蜜蜂的方法，模拟出被群蜂追逐的情况。这样的想法能实现吗？有一种说法认为，人身上的气味是人在野外容易吸引蜜蜂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在野外游玩时，总会在身上喷洒各种各样有气味的液体，会不会是人身上的某种气味引起了蜜蜂的兴趣，使人成为了蜜蜂追逐的目标呢？哎，你看啊，刚才是这样，在林子里不是被蛰了吗？我觉得就应该是你身上的香水味。不会吧？验证者们认为，如果找到一种蜜蜂喜欢的人身上常有的气味，那么他们就可以将这种气味源放在身上，诱导蜂群追逐，从而完成验证躲避蜂群袭击方法的各种实验。这个想法能成功吗？现在有杀虫剂，你那个辣椒，我这儿还有防蚊液、花露水、防晒霜，还有吗？这么多？我觉得差不多了。这还有个香水。啊，香水，对，六样东西，对，咱们把它全部都喷在这个向日葵上，这样咱们就知道到底是哪个味道最吸引蜜蜂了。为了让蜜蜂距离沾有各种气味的假向日葵的长度都一样，宁远把六只假向日葵绕着蜂箱围成了一个半圆，而马教书则把假向日葵安置好，并在每个向日葵中心喷上了六种人们常用的不同气味的液体。究竟哪一种气味能够吸引这些小精灵们过来呢？怎么样？还有这各种香味儿。这真刺激，这味道。一切准备就绪，蜜蜂会被某种特殊的味道吸引吗？验证者们所想到的用气味吸引蜜蜂的方法能成功吗？我们拭目以待。我把这个打开了。多吗？多吗？哇，这个密密麻麻，应该是有上万只的。好，太阳一出来，现在太阳又出来了，太阳一出来，它就更活跃了。对。哪有啊？哎，这儿。哪？这儿。它都根本没往花蕊上走，在花瓣上停一停而已。而且这显然的动作，你看，就走了。等了很久，验证者们并没有看到预期的效果。根本没有出现大群蜜蜂飞向喷有某种气味液体的向日葵的现象。没有，香水没有，辣椒没有，都没有。觉得咱们是不是实验方法有问题？咱们试的是化学品，都是人工的一些香料，对，香味，所以蜜蜂不敢进去。没错。蜜蜂是过群体生活的昆虫，在长期生存竞争中形成的嗅觉异常灵敏，可以识别出连狗也无法分辨的多种细微气体。而验证者们选用的这些气味，虽然有的香味逼人，但对于蜜蜂来说，除非某些香味模仿了花香或者同类的气味，否则这些人工合成的化学品对于它们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而这也是为什么在野外郊游，有的人喷的香水浓郁，但并不会招惹蜜蜂，而有的人没有喷香水，反而却特别容易吸引蜜蜂。这都跟人身上有没有沾上蜂类喜欢的自然界的气味有关。所以验证者们想用气味吸引蜜蜂，做最后躲避蜜蜂袭击验证的想法，看来是行不通的。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吸引这些机灵的小精灵呢？那咱接下来，咱们当时野营的时候，那个桌上放的东西，回想之前在野外受到蜜蜂攻击的时候，验证者们当时正在进行野餐，那么放在毯子上的食物会不会是把蜜蜂吸引过来的原因呢？验证者们认为，如果找到一种蜜蜂喜欢的食物，那么他们就可以将它带在身上，诱导蜂群追逐，从而完成验证躲避蜂群袭击方法的实验。这个新的想法能成功吗？
验证者们找来各种人们在野外出游时喜欢携带的美味食物，再次在风箱周围布置好实验现场。哎，西瓜。还要刀干嘛？吓死我了。给它撕开点缝。然后呢，饮料，这是果酱，我觉得果酱他也会比较喜欢。这一次，验证者们还是选择了距离蜂箱较近的位置放置目标物，接下来就看蜜蜂的选择了。酸甜苦辣咸，这些小生物会喜欢哪种口味的食物呢？验证者们想的第二种吸引蜜蜂的方法真的有用吗？哇，你的盖子上，快放下！放下面。小宁，你快出来，咱们人不要在那儿。撤撤撤，小宁别绊着了啊！吸取之前实验的经验，这一次验证者静静地等在蜂箱的旁边。他们现在啊，我还是觉得那样，就是他们到了一个新环境以后不太适应。嗯。验证者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此时蜜蜂虽然看似比之前活跃，但始终只围绕着蜂箱飞舞，没有一点觅食的意思。难道这样的方法也不能吸引蜜蜂吗？在蜜蜂的社会生活中，工蜂担任着筑巢、采粉、酿蜜、育儿的繁重任务。大批工蜂出巢采蜜前，先派出侦察蜂去寻找食物。侦察蜂找到距离蜂箱100米以内的食物时，即回巢报信。除留有追踪信息外，还在蜂巢上交替地向左或向右转着小圆圈，以圆舞的方式爬行。其实，侦察蜂这种舞蹈是在向蜂群报告觅食路径信息。侦察蜂在做这种表演时，周围的工蜂会伸出头上的触角，争先与舞蹈者的身体碰撞，从而了解食物位置信息。所以，蜜蜂找食物其实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西瓜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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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上有一只。哎，蜂蜜罐里面有两只。它太贪了，掉进去了。好像掉到那个水里，不是那个汁儿里面，它有点陷进去了，被粘住了。对对对，蜂蜜，还有这个是蜂蜜吐司。还有那个西瓜。经过长时间等待，蜜蜂们终于发现这些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食物了。验证者们看到，蜜蜂对西瓜、蜂蜜面包等含有糖分的食物十分喜爱，但验证者们也发现，蜜蜂的出动速度十分缓慢，停留在食物上的蜜蜂也不过几只。看来，虽然食物能够吸引蜜蜂，但并不能够满足验证者们想要模拟出的群蜂追逐的效果。那怎么办呢？这个我可以，社长，可以让你们完成这个任务，让所有的蜜蜂爬在你身上，我们就要绑架蜂王。你说把这盆扣在身上，全部，是的，啊、把它蜂王绑架到你身上，让整个这个蜂箱，我不敢，所有里面的蜂。在养蜂人的领域里，有一种另类挑战，蜂人。在进行蜂人挑战时，人的头上、脸上、耳朵上、脖子里、肩上、胸前、胳膊上密密麻麻地爬满蜜蜂，蜜蜂们紧紧趴在人的身上，蜂人仿佛穿了一件风衣，还有一群群蜜蜂在他的周围飞舞打转。2014年5月13日，宜春市新凤县养蜂人阮良明成功创造了53分34秒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完成人体肩部以上布满蜜蜂坚持时间最长的成绩，成为江西第一蜂人。为什么成千上万只蜜蜂会爬满这些人的身体？是什么原因吸引这些蜜蜂如此疯狂地围绕着他们飞舞呢？穿蜂衣的秘诀不是我们想象的在自己身上涂上蜂蜜吸引蜜蜂上身，其实这个表演跟蜜蜂追随蜂王的习性相关。一个蜜蜂群体有几千到几万只蜜蜂，所有巢穴中的蜂都会跟随以及保护他们的蜂王，工蜂会时刻围绕在蜂王的周围，像侍者一样照应他的需求。而蜜蜂之所以能够听话地趴在蜂人的身上，都是由于蜂人们在身上挂上了蜂王，蜂王身上释放出来的信息素也是吸引群蜂紧密相拥人身体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蜂王到哪，同巢穴成千上万的蜜蜂们就一定会跟到哪。虽然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但验证者们对自己携带蜂王来吸引大规模蜂群的做法还是非常担心。他们既没有养蜂人抗蜂毒的能力，也没有养蜂人的专业技术，万一操作不当，被这么多蜜蜂蜇上几十针甚至上百针，后果不堪设想。那您这是，你们都是从小直到大，这身上都有抗体了。对啊。你看我们穿着全副，你看，
全副武装的，也只能能能防着吗？几只我们心里还敢，但是你要说真做疯人实验，我们俩心里都犯嘀咕。而且你像我们穿的这种衣服的材质，你看我这个这么薄皮肤衣，你这个估计也够呛。对。经过以前气味、食物引诱蜜蜂的实验，验证者们觉得蜂人实验似乎是他们最可靠的一种吸引蜂群追逐的方法。只要找到一种足够厚可以防住蜂蛰的衣物，那么就一定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完成躲避蜂群追击的实验验证。那么小小的蜜蜂蜂针到底有多大的穿透力？什么样的衣物可以抵挡蜜蜂蜂针的攻击呢？而此时经过一个上午的实验，随着气温的升高，周社长要求验证者们从空旷的场地撤出。现在这个大的棚子是干嘛呀？让它别热的。太热了，它晒死了。蜂针实验还没有开始，天气的炎热就已经让蜜蜂开始变得烦躁不安了，有的纷纷飞出洞外，有的趴在蜂箱上频频扇动翅膀。为了安全起见，蜂农不得不给蜜蜂们采取降温措施。而且现在是它最燥的时候，专门给它们准备了蜜，这样它们一会儿就会配合我们实验了，先给点甜头。蜜蜂的活动程度受外界环境因素、温度、湿度、光等的影响很大，而温度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高温下的蜜蜂容易出现焦躁等情绪，严重时容易对周围生物发起疯狂攻击。所以要想继续实验，就必须先小心安抚好高温下躁动的蜜蜂。接着验证者们开始准备实验用的防蜂针的衣物。那这个好透啊，这种我觉得肯定不行。经过仔细搜集，他们分别得到了纯棉 T 恤、防晒皮肤衣、冲锋衣、厚雨衣、一次性雨衣、牛仔裤。验证者们接下来准备用气球作为实验道具，将衣物中分别放入一个充满气的气球来实验。如果气球爆炸，则证明该衣物不能成功防住蜜蜂蜂针的攻击。相反，验证者们将得到可以防止蜜蜂群攻的防护衣。蜂针是蜜蜂的自卫器官，当蜜蜂感觉到生命受到其他生物威胁时，就会执行蜇刺动作。而一般情况下，将其刺入人体的长度只有1到1.5毫米。在针刺的同时，蜜蜂会从蜂针注射一种液体，其中所含的有毒化学成分对于被针蛰的生物会产生局部或全身的不适反应。那么到底哪种衣物不会被蜂针扎透，可以让验证者用来防止被蜂蛰呢？那一会儿怎么把蜜蜂让它往上蛰？对哈，它没有，上面没有，要不我们拿点蜜引引它，但它也不像会蛰。周社长，对，社长快帮帮我们。好的。怎么能让它就是蛰这个气球？我去弄吧，这个事情直接抓上了。我抓棍子过来，再这下，试一下能不能爆。你拿什么这种吃？手上拿着，手动。我有自己的处方吧。哦，这是拿，啊、对对对，这是拿竹子。哦，夹着它。竹子可惜的。行。来来来，咱们试试。先是你认为最容易穿透的一次性雨衣。对。他不知道，他还不知道社长要干嘛。对。他来不及。哦，这么快。哦，这个。准备好了，它怎么会蛰呢？二，它会蛰吗？我这两没蛰动，它没有反应。太滑了，对，太滑了，太滑了，扎不到。哎，那说明它有点作用啊。但是很难说，万一一个寸劲儿，再试一个，就跟咱们溜冰一个道理嘛。你看，咱手在上面也会滑动。他们就是你看，它遮不进去，说明这个还是有点作用的。得让它顶上去是吗？顶着它啊！究竟哪种衣服可以抵挡蜜蜂的毒针？扎扎扎，一直在扎，你看它一直在扎。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模拟群蜂追击？原来如此，正在播出。当我们在野外游玩时，不小心遭遇蜂群攻击，有什么好方法能让我们摆脱困境呢？验证者对在野外如何躲避野蜂的办法有着各自的看法。网络上针对躲避野蜂的招数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可以跑，
有的人说可以用火烧，用烟熏，又或者可以跳入水中进行躲避。这些方法真的有效吗？经过以前气味、食物引诱蜜蜂的实验，研究者们觉得蜂人实验似乎是他们最可靠的一种吸引蜂群追逐的方法。只要找到一种足够厚可以防住蜂蛰的衣物，那么就一定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完成躲避蜂群追击的实验验证。就让它顶上去是吗？顶着它了。啊！哇！太厉害了吧！一次雷击。这个眼儿太小，已经找不着了。看不着。这眼儿已经看不到了。但是能看，还有能。啊？看到没？对对对。这里。哇！瞬间。通过实验，验证者们发现，当蜜蜂在蛰刺一次性羽衣时，先是因为羽翼表面太滑而没有刺破，但随着多次的蛰刺实验，蜂针接触到气球和羽翼紧密贴合处时，通过高速摄影机我们看到，蜜蜂在包住气球的羽衣上发射毒刺的一瞬间便把气球刺破了。而当它刺破羽衣之后，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羽衣上留下了一个小洞。来，能试一下？有没有试一下？皮肤衣。这个是我认为最容易。按照同样的方法，验证者们分别尝试了防晒皮肤衣、又破、冲锋衣。啊，它已经扎扎扎，一直在扎，你看它一直在扎。但是这个衣服毕竟是冲锋衣，纯棉 T 恤、粉牛仔裤，找不着了。应该是那个，我看看、这个。哎，小心，它就进去了。能把它的蓝莓出来，刺已经出来了。嗯，那是不是说这种材质就可以防蜜蜂了？可以防蜜蜂，这种肯定可以。但是这个它不蜜蜂。通过实验，验证者们发现，分别有牛仔裤、冲锋衣和厚羽衣可以防住蜜蜂的针刺。但是验证者要穿着防护衣物进行躲避蜂群袭击的实验，单纯防住一两只蜜蜂的针刺却远远不够。可以防蜜蜂，但它不够封闭。对，所以说它有可能从我的比如说袖口啊，或者底下、这地方钻进来。对，那怎么办呢？我们试了这么多种，对，冲锋衣能防，但是一两只可以群行吗？够呛，我觉得这毕竟不是专业的。那怎么办呀？咱试了半天，怎么做这个蜂人实验呀？装备都不齐全。随着实验的进行，他们发现现在眼前的这些衣物都无法满足后续躲避蜂群袭击的验证实验要求。为了可以继续进行实验，周社长借来了消防员在野外救援时穿着的具有防风功能的衣服。哎呦，这个要厚多了，而且是密封的，这个绝对安全。周社长拿的这种防风服是消防队员在执行灭蜂任务时穿着的专业防风服。在野蜂蜇人的高发季节秋季，消防队员们总会接到大大小小的灭蜂任务，而为了能够近距离清除伤人野蜂，消防员们必须穿戴这种厚实、全身封闭并且行动便捷的防风衣服。真穿啊？那做实验吗？这个太厚了吧，不透气啊，这么热的天，哎，我们现在不行啊，嗯，它会因为现在这个气候阳光太暴烈了，不是你们受不了，你蜜蜂也受不了，蜜蜂也受不了啊，对，待会儿给蜜蜂降一下温，然后你们再来吧。暴晒的天气不仅让验证者们觉得酷热难耐，棚子下的蜂箱里也开始更加躁动。为了让蜜蜂平静下来，周社长给蜜蜂喷洒了凉水，试图让他们的脾气也降一下温。气给它降一下，你看那叶子都已经晒焦了。对对对，待会儿通知你们。对于蜜蜂来说，持续高温不仅会让其产生焦躁情绪，发动疯狂袭击，对它自身其实也是致命的。温度越高，蜜蜂代谢强度增加，导致生命力减弱，蜜蜂的寿命也就会缩短。所以为了保护现场所有人的安全，也为了保护蜜蜂，验证者们只能等待酷热的天气过去再进行阴风驱风实验。云层遮挡了烈日，眼看气温降了下来，这个气候可以做适应了。我这么大一片云啊，可以了是吗？可以了，我们抓紧时间吧，把你们的全副武装
行，那我要穿这个的话，实际上我把这个衣服给您，这个衣服给我，你们两个穿这个。对，您也不能光膀子啊，我去。这次为了自身安全，周社长还是对自己做了简单的防护。验证者们开始迅速穿起防风服，准备进行利用蜂王吸引蜜蜂的蜂人体验。那么他们这次能够成功的利用蜂王将蜂群引向自己吗？那蜜不透风了，现在拉链坏了。啊？他这个衣服别进了，拉链可能出了点问题，必须得把这个修好以后，这个拉链这个衣服才能用。找个工具。小圆，琴坏了。等会儿，没事没事，最基本的东西没有坏。我一定给你保证安全。对，必须的，你这个不能，这个一定不能凑合的。这个防风服有很强的密闭性，可以保证无孔不入的蜜蜂进入其内部，但如果密闭性无法保证，那么它就失去了作用。对于穿脱不便的防风服来说，蜜蜂一旦钻入衣服里面，会使人更加危险。无处可逃的蜜蜂会在衣服内疯狂蛰人。慢点，好了，搞定。哎，给我这边，我这边不会的。掌握了天时地利人和，验证者们在全副武装下准备开始进行蜂人体验。他们能成功的利用蜂王将蜜蜂吸引到身上吗？躲避蜜蜂追击的实验验证最终能够完成吗？哎呀天，我这已经一身汗了。蜜蜂兄，上场吗？好吧。对啊。此时为了安全起见，周社长叫来寨中经验最丰富的养蜂人一起帮助验证者完成实验。当当当，我的蜂来啦。因为蜂人实验有一定的危险性，周社长把实验场地安排在了开阔空地上。我们现在，社长，哎，现在我们是您先给我们做一次蜂人实验，可以，您先给我们表演一下，好，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好的好的。因为我觉得就从之前的实验来看啊，他不听话。对啊，他不听我们的话啊。你们绑架他蜂王嘛。啊，也他会给他蜂王绑架以后，他就听你的话了。其实看到的穿风衣表演之所以有惊心动魄的效果，是因为蜂人将多只蜂王挂在自己身上，并且提前做了一系列严密的安全准备，在专业的表演动作下吸引不同蜂窝内的蜂群全数上身所致。那么初次尝试的验证者们这一次准备只用一箱蜜蜂进行实验，捕获一只蜂王，吸引一个蜂箱的蜜蜂追逐，这个方法能成为最终实施躲避蜂群袭击实验验证的关键手段吗？首先，他们得先捕获蜂箱中唯一的蜂王。哇！这里面就有上万只吧？待会我们在这监测上，我们那儿都能看到蜂王。我们用那个烟熏一下，从那边熏过来，往这边看蜂王。好。晒干的你看，它底下有烟的这些地方。它已经没有蜜蜂了。蜂王就是母蜂，在每一个蜂群之中也只有一只存在。它的体型较工蜂长三分之一，腹部较长，足不如工蜂粗壮。要找到它，养蜂人就必须把整个蜂巢拿出来，从而万里挑一找到蜂王。啊，现在开始起这个蜂蜜了，蜂巢。啊，小心底下摄像机啊。哇啊，这里面都是蜜吗？蜜啊，这里面都是蜜啊。哎，这是最好的蜜了，对不对？最好的蜜了。哎呀，我现在脸上有个罩子，没有罩子我就吃了。拿来给它刷干净一下，这个香吗？哎，你闻闻。不知道啊，甜，好甜啊。谢谢蜂王啊，是吧？我受伤好像吓了，我看也跑了，后背一大步。哎，这都我手里是沉甸甸的蜜啊，这个重量有1000克，没问题的。是吗？嗯，你掂掂，也没事，放心。哎呀，我太疯疯的。啊，又这个大。哇。这是蜂宝宝。蜂宝宝，嗯。啊，这沉甸甸的都，哎，没关系，这是宝贝啊，这可是宝贝啊。我现在我从小下手，我怕给它摁死了。那底下就没事是吧？放哪儿？这个放哪儿？蜂王虽然被称为王，但它实际上并不领导蜂群，它在蜂群中的作用就是繁殖后代。
而工蜂的作用就是保护和帮助它繁殖后代。那么蜂巢中蜜蜂数量最多的地方就应该能够找到蜂王。那么这窝蜂的蜂王在哪里呢？我们要找蜜蜂多的地方了。哇，这个多，这个多，这个会不会蜂王就在这里头呢？像这样一个蜂箱通常有3到4万只蜜蜂，所以想要从这数万只蜜蜂当中找出蜂王，靠的就是养蜂人多年的经验和超于常人的好眼力。这哪个是啊？怎么还没出来呢？哎，好像在多的那蜜。马大叔，啊，都说这个蜜蜂振翅的这个频率很高，这个咱平常光看咱看不出来。你放在手上，只有当蜜蜂落上去了，它一扇翅膀，整个手都是震的。都在震。眼看蜂箱里的蜂蜜都已经全部拿出了，还是迟迟不见蜂王的踪影。而此时蜜蜂也都因为没有了巢穴，全部爬向蜂箱的另一角。越来越多的蜜蜂在此聚集，他们在保卫谁呢？看来蜂王很可能就藏在其中。所以应该是越多蜜蜂的地方就越可能出现蜂王。找蜂王是个极其考验眼力的事情，但如果找不到，或者在找到前蜂王飞走离群，那么整个实验将无法继续进行，功亏一篑。根据养蜂人说的要领，验证者们也帮忙仔细寻找起蜂王来。啥？下雨了？下雨了？看大姑大的，没事吗？下雨了，如果要不能做的话，就赶紧停止实验啊。能做，能做，能做是吧？嗯，要找到了，再把蜂王找出来。现在又下雨了，哎呀，这个，就是，它只要蜜蜂聚成一团，中间那只就可能是蜂王。收到了，收到了，收到了。快快快快，进屋吧，进屋吧。拿个雨衣过来。找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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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赶快！这只，好大，好大哦，哦，找到了，哎呦，抓起来了，好好好，抓到了蜂王了，好好好，绑架成功。六条，啊，来，你看，蜂王，走，宝贝，我们抬到屋里去吧，好吧？啊，干嘛？有疯了，别跑，别跑，听话，走吧，不会，为什么呀？快走，走。自己说下就下了，虽然成功绑架了蜂王，但不期而遇的大雨让实验只能暂停。在成功转移到室内之后，养蜂人便将刚捕获的蜂王用细绳系好，拴在了周社长身上。他能够顺利的穿上蜂衣吗？哎，好了，好了，好了，你看蜂王，嗯，来，他现在没看到我，我找一群蜂过来，我帮你，我帮你，不对，我来，来，你的黄色在这里，看到吗？好像有几个看到了，你这样把它贴过来，快去啊！来了，一大堆，来吧。用蜂王吸引蜜蜂的方法果然十分奏效，蜜蜂开始陆续从蜂箱转移到了周社长的身上。不一会儿，蜂箱上的蜜蜂就几乎已经全部爬满了周社长的衣服。蜂人表演时必须十分小心，不要伤害到身上的蜜蜂。一旦有一只蜜蜂被不小心打死，就会激怒整个蜂群，招来杀身之祸。原来被打死的蜜蜂会释放一种特殊味道的信息素，一是起到指示剂的功能，帮助其他蜂锁定攻击目标；二是起到激怒蜂群的作用，使其群起而攻之。人们在野外遇到蜜蜂，经常会习惯性的拍打蜜蜂保护自己，而不知这其实是一种最危险的行为。受拍打致伤死亡的蜜蜂释放出来的信息素吸引和激怒其他蜜蜂，群蜂便会对人展开疯狂的袭击，被蛰致死的危险大大增加。因此验证者利用蜂王吸引蜂群的实验必须加倍小心才行。社长，如果现在我把这个蜂王
在体上绑到小命身上会怎么样？又跑到他身上去了，会吗？自己会找吗？试一下吧，会，我试一下。好啊，赶紧换你。赶紧的，等会儿，等会儿。周社长成功的为验证者们演示了疯人穿风衣，那么接下来验证者们需要自己亲自尝试携带蜂王吸引蜂群了。如果成功的话，他们将可以利用蜂王引起蜂群攻击，进行如何躲避蜂群袭击的实验。酷热难耐，瓢泼大雨，好热。面对突发状况不断，验证者能顺利完成躲避蜂群的实验吗？原来如此，马上回来。原生态这个，好了，我现在准备好了。来，这样就要放。来，大力胶给你粘上，小妞。我这样，我就手放这。小妞，小妞。来，大家放这。好，他就过去了。看到了，看到了，全部过去了，开始过去了。这样，我等一下，让公子往他身上走，好不好？好，看这。在把蜂王放置到蜜源身上之后，虽然随着周社长身体的抖动，蜜蜂都飞散开来，但蜜蜂并没有立刻就向蜜源的身上飞去，反而是大片盘旋在空中。你刚才多了吗？雷雨过后，太阳又重新出现。此时实验的屋内场地甚至比屋外还要闷热，这也让穿着密不透风防风服的马教夫有点体力不支了。没有，因为这个蜜蜂它是很敏感的动物，它对这个整个周围的温度要求很高。刚才是下雨，现在因为我们在云南，现在这个天很快它就晴了。现在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蜜蜂往阴凉地方拿一点，往阴凉地方搬。然后这会儿也可以测试一下，这个我们在移动的时候，这个蜜蜂会不会跟着蜂王走？走。好。宁源认为是温度太高，使得蜜蜂不愿意停留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他提议重新回到室外进行实验，而当他带着蜂王移动时，蜜蜂却惊人地跟随着他的脚步，一起移动到了屋外，并一直在宁源周围盘旋。我从影子那就能看出来蜜蜂没走开。周围还是有很多，都在你身边。对，小宁，你抖一下试试。还在你身上，还在我身上。你看就回来了，它还是回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解决这个追着你跑的问题，而且这个衣服也是绝对安全的。对，那咱们就可以进行整个的这个大实验了。好的，实验走吧，加油。验证者成功找到了利用蜂王吸引蜂群追逐的方法，终于可以进行躲避蜂群追击的实验了。验证者们打算利用蜂王作为目标物，将蜂王挂在身上，利用蜂群对蜂王的穷追不舍，引诱蜂群对自己进行追击，然后分别采用奔跑、烟熏、火烧和跳入水中的方法进行测试，看看哪一种方法能够让验证者成功摆脱蜜蜂的追击。而此时密不透风的防蜂服让验证者们有些体力不支，实验只能暂停。好热，鞋脱了试试啊！这都是汗，刚才流下去了。我估计我能跑过蜜蜂，不知道蜜蜂觉得怎么样？稍作调整之后，接下来验证者们首先要实验的就是能否通过逃跑摆脱蜜蜂追击。为了验证是否能够通过逃跑摆脱蜂群的追击，马教授决定自己也进入蜂人体验。就像之前周社长那样，辅助蜂群转移，让宁源可以在接受蜂王的时候就开始奔跑，形成模拟的蜂群追逐效果。虽然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但看到成千上万只蜜蜂朝自己飞来，这从来没有过的体验让马教书胆战心惊。哇，好多！
很往活跃了，而且他是不是现在很躁动啊？周科长，啊，你看你身上，没事没事。啊，刚才啊，我手上扒了一堆蜜蜂，当我手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因为我这儿有呼吸的那个气孔，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这蜜蜂扇翅膀，有一股很强的风往我这儿里面涌。蜜蜂放到眼睛跟前。没事。好可怕。没事。痛不痛快？爽。绑架蜂王的过程就这样。我觉得咱们现在先往一个开阔一点的地方移动吧。你先选择一个地方，你选一个空旷场。我觉得咱们就一会儿往那条路上跑吧。来，摄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那条路，很空旷的一条跑道。现在动一下试试，有没有风子给你？走啦！在周社长将蜂王放到马教书身上后，蜂群瞬间就爬满了马教书的防护服，而逃跑的路线宁远早已经想好了。实验马上开始，宁远真的能够跑过蜜蜂，摆脱蜂群的袭击吗？你准备好我就走了。好。好。啊，你要把他的同伴一起拿过去。哇，你看好多都飞起来了。啊，我周围这一圈。从来，你现在已经粘好了。粘好了，对。然后你把你身上抖下来。现场所有人往后撤啊！不弄这个啊。他已经过去了。好。听我说。啊，别动。现在你身上和我身上都有很多蜜蜂。嗯。蜂王在这里。嗯。一会儿我数三二一，你就跑。我跟周总一起抖。对，对对对。咱俩一起抖。那你得先让他看见蜜蜂。好，我数三，三声，咱俩一起抖啊！三、二、一。你跑。我这儿没了，你那儿有吗？有，有有有，来了。有。你身上还没有周总身上的多呢。虽然利用绑架蜂王的方法可以吸引蜜蜂追击，但似乎马教授的方法不但没有能够立刻见效，蜂群不仅没有追击宁远，反倒到处乱飞起来，似乎找不到蜂王了。蜜蜂通常性格温和，且依靠视觉和嗅觉来进行信息收集，所以当蜂王被人类强制离巢，蜜蜂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来寻找蜂王位置，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宁远携带蜂王立刻奔跑，反而没有蜂群追击的原因。那社长身上有多少？哎，我觉得我做实验不靠谱，那这个没有代表性，我觉得周总这个代表性比较强。哎，他是跟着我跑过来。换过来好了。啊。直接把蜂王绑在您身上，对，您跑一次试试。好的，行吗？我们过去。那么这一次，他们决定直接让周社长代替他们进行与蜜蜂赛跑的实验，结果又会怎样呢？没事，你就放开跑吧，我追着你，啊、我这有摄像机。把它弄掉哦。开始喽 ，OK， 好。甩掉。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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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追你来了，跑跑跑，跑，跑，太多了。没事，放开跑，身上还多着呢，放开跑。直接转转转，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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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一甩甩一甩，啊！怎么样怎么样？啊！蜜蜂喂到我了，啊！看天上，啊！看天上，啊！我们完全都被蜜蜂给包围了。这是我的宝贝，你看。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周社长在开始奔跑之后，不仅飞着的蜜蜂穷追不舍，就连原本就在周社长衣服处的蜜蜂也没有离开。人类百米奔跑世界纪录是牙买加短跑选手博尔特于2009年8月17日创造的9秒58，速度约为每小时38千米，而蜜蜂的最快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24千米。由于受到人体肌肉的力量和运动速度的限制。长途奔跑，人的耐力和速度都会下降，而蜜蜂的耐力远比人类要强很多。长时间与蜜蜂的奔跑竞逐，人最后都会因体力不支而被蜂追上。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哈，如果是现实生活中，对，我们被一群蜜蜂包围了，也许蜂王不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假设的是被蜜蜂包围的情况，你要用跑的方法是绝对。不行，没戏，没戏，你甩不掉它的。对，蜜蜂呢？蜜蜂是飞的。我觉得之前我看到一个方法，就是咱们在看那个社长他们在把那个蜂引出来，咱们要找蜂王的时候，用了一个方法。嗯。烟熏，
哦，这个说不定是躲蜜蜂的最好的方法。我试一下，现在。行，那咱们这会儿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对，咱们看，如果我拿着这烟在旁边熏，说不定有可能蜜蜂就不蛰我了呢。对，还有一种方法是火把。火把，哎，也可以，因为很多动物都怕火。为了验证是否可以通过烟熏驱散追逐我们的蜂群，验证者们找来了烟饼，对周社长身上和周围空中飞舞的蜂群进行驱散，效果又会如何呢？你把它抖一抖，把这个板子抖一抖，让它飞起来。好。让它飞起来。对着它抖了，它让它飞起来。哦，啊啊，这个。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烟把它激怒了。对。有吗？有。我觉得有烟的地方，你看，有烟的地方它都会飞起来啊，你看。咱们这个烟燎到的地方。烟一完它就来了。烟一完，因为咱们这是开阔的一个空间。啊。它烟只要一飞走，这个地方马上有蜜蜂就回来了。马上蜜蜂就来了。你一旦开它，马上蜜蜂又回来。你看咱们这个板子上虽然没有蜜蜂，但是周围全是蜜蜂。看来烟熏虽然能够驱赶蜂群，但却无法让蜂群从周社长和验证者们身边撤离。那么用更极端的方法火烧又会有怎样的效果呢？那咱们拿火把，拿火把试一下，拿火把吧。烟又大，然后用火把试一下。对。摄影拿火把过来试一下。哦，这个我来。准备好了啊。着了，试一下啊、哦！别烧着社长了，你别烧着。往下，那洗啊，等会，洗了，这边往上，再来一次。你小心，别烧着社长啊！别吹，还是放下，那就这样。好，就绕一圈嘛，你们绕一下，不要撩着它，就在水平绕一下先，走快一点。我感觉我是巫师一样啊。你要快一点。你要快点绕一下喽，试一下，不要烧死它。哎，我觉得还是没有用，你看我这离得很近了，我要再烧就烧了，社长。这个只能是试一下，但是不能，还是不能。你看。地上好多刚才被烧死的蜜蜂。它只能烧死一部分，其他的还是不会让的。对。你赶紧把它灭了。灭了。这个还是不行。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在面对蜂群袭来的时候，用火烧虽然可以抵挡部分蜂的袭击，但面对四面八方涌来的大量蜂群，我们根本无法完全逃脱袭击。现在我把蜂王固定在我身上，让所有蜜蜂追着我跑，然后我呢，从这个跑道一直跑到这边有个水坑，我跳到水坑里。你的意思是用水去驱赶蜜蜂？对。很多电影或者动画片中都会有这样一个场景。人或动物快要被蜂群追上时，马上跳入水中避气，最后蜂群只能无奈散开。那么，这样蜂口逃生的方法真的有用吗？宁远打算再次利用蜂王引诱蜂群进行实验。这一次，周社长把整箱的蜜蜂都交给了宁远，他能够成功摆脱蜂群的追击吗？现场所有人都期待着实验的结果。哦！哎呀妈呀！这个工作人员都小心点啊！觉得刚好趁着这个时候，太阳有点下来，有点阴凉了，赶紧。好。你就准备开始跑吧。好。好了，小宁要做的用水来驱赶蜜蜂的实验，准备好了。慢点！加油！快点，跟着我！加油！慢点！把摄像机都喷进了。没有了。我身上还有吗？没了。哎，我身边还有。
有一点儿。有吗？两三只。你身边已经，我这从我这个角度看，你身边完全没有了。你看到的呢？我。你看那边还有吗？我感觉，我也感觉没了。你要不要上来看看？上了。你现在身上还有能听到嗡嗡的声音吗？我现在听不到了。你让我拉你一下吧，得。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原本已经暴躁的蜜蜂在宁媛出发后一直穷追不舍，追到了水池周围。但随着宁媛一路狂奔后跳入水池，蜂群突然四散开来，瞬时间毫无踪影。蜂类对气味极其敏感，而当人们在野外意外招惹到蜜蜂时，停留在人们身上的蜜蜂同类的信息素便会使人成为受攻击的目标。而水可以很好地隔绝人与外界的空气，当被追击的人裹入水中后，蜂群嗅不到人身上沾有的信息素的气味，再加上其本身怕水的特性，蜂群就会作罢，不会继续进行攻击了。哎呦，你感觉怎么样？我采访一下，这位小朋友，你从那边跑过来的时候，其实我跟你说啊，蜜蜂根本就没有被你散掉，你可能抖掉了一些，但是它一直在你上空。我跑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感觉前面有蜜蜂在晃悠。对，但是你跳下水那一瞬间，蜜蜂轰，没了，就散掉了。对。宁媛身上携带的蜂王所释放出来的信息素是引发群蜂追逐的关键因素。当宁媛跳入水塘，水很好地隔绝了蜂王所释放的信息素，蜂群感受不到蜂王的信息，也就失去了追逐的目标，飞快散去了。看来当遭遇蜂群袭击，尽可能跳到水中是最有效的保护自身安全的办法。电池爆炸事故因何频频发生？撞击跌落能否引发电池燃烧爆炸？原来如此，夺命电池，敬请收看。我觉得你这个方法真的奏效哎。是，虽然身上成这样了，难看点，但是能保命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咱们这期试验很有效，如果说真的像，对，就像咱们俩那种野外郊游的时候，被一群蜜蜂围攻了的话，火烧，第一伤到蜜蜂，对，第二，确实只能暂时性的，对，躲避，对，烟熏也是一样，暂时性的，没错，而且在户外的环境下，这个烟容易散掉，最有效的就是躲到水里。然后我很感受很深的是一个什么吧，就是咱们在野外的时候，我被蜜蜂蛰了一下，那样恶劣的环境蛰了一下，但是之后当我们有意识去做防护的时候，自从那开始，我身上虽然咱们接触了就上万只蜜蜂，但是从来没有被蛰一个包，所以我觉得身上的防护也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出去玩的时候注意自我保护，如果一旦发生了被蜜蜂围殴的现象，往水里找，池塘或者是什么湖边都可以。对，这是最好的方法。好，那结束，收拾收拾吧。洗个澡吧你。